その仏法を、真受けに聞ける人と、はい、聞き流してしまう人とが分かれてくると、はい、そこには人生苦というものにですね、を自己の大きな問題として、捉えた人と、はい、そうでない人とは、はい、大きなこの開きが出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た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んなことについてのまあご質問なんです、はい、那个呢，因为那个刚才这个问题就说呢，因为老师昨天有讲到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人生，好，闻到这个难闻的佛法，但是就是出现一种现象，好，就是说一样呢是来听闻佛法呢，有的人他是把佛法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听，有的人只是把佛法当作一种尝试、一种知识在听，好，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有没有他本身有没有碰到这个人生的苦恼，自己有没有碰到这个人生的瓶颈啊？好，在这里会就是说有，就是说会影响他，就是说对佛法的这种感受呢，会有深浅的出来。嗯。話と違う、観念と違うんですね。ですから自分自身に通説に答えるものなんですよ。で、そういう問題が出てきた時にですね、これの、この回答を解決を選択する、まあ選択しようとするんですけどね、はい、始めの間はこういうことする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れが、自分でできるような小さなものと違うんです、うん、ね、今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ね、それはもう意味が深いんですよ、はい、人口。那么呢，老师就说呢，这个人生苦呢，好，就是说有碰到这个人生苦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会因为是自己的切身问题呢，所以他是把这个人生苦当成是自己自身的问题，所以当他碰就是遇到这种切身之苦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听闻佛法的态度呢，就不会把它当成是概念了，当成尝试在听了。那么一开始呢，这样的人他入到佛门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要求一个解决之道，所以他会选择好哪个适合自己，好，可是当他就说入到佛门，因为佛门有八万四千个法门啊，当他在这里选来选去了，他当他就说依着佛道去修去行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发现原来自己所碰到这个人生苦，他呢是深广无碍底，这个问题很深，深到不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所可以解决的。就是说自己，就是说自己，无论是选哪一个法门，他会发现说，走哪个法门好像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释怀。那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人生苦不是这辈子的苦而已，它是无始以来。で、まあ、初めの間はね、その改革の選択をですね、はい、人生相談所、はい、しようか、はい、こういうとこ行っていろいろとアドバイスを求めるんですよ。うん、それで済んだ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る人は浅い浅い、はい、那么呢，其实呢，遇到这个人生苦，其实每个人都有碰到了，
那么呢，只是深浅问深浅度的问题了。那么呢，就是来佛门的人呢，哈，一开始呢，那像有人他来啊，他来这个道场呢，他倾诉把他的苦恼倾诉出来。如果他这个我们中文怎么讲啊？人生的相谈所，就是当成一个好像是心理的那种辅导啊，当成寺院是一种辅导自己心理的地方呢，哈，就是说自己来讲一讲，然后自己问题就解决 OK 了，好，那样的人生苦是比较浅的，比较浅的人生苦啊。你可能人生苦是一些吧，教えていただいたのは仏壇によって教えられたんやけど、はい、その仏壇に教えられたそういうところまでですね、育てられていくんですね。仏の教えによって育てられていくんですよ。そうするとね、何がこれこの大きく言ったら小の上司ですけど、其实呢，这个人生苦呢，这个也就是佛陀他一开始跟我们讲的啊，人生呢是充满苦恼的世界啦。那么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最基本的苦是什么苦呢？生老病死的苦啊。那呢，死んでいく人、亡くなっていく人の苦しみというもので、またそれをこの見せられるんですよ、教えられるんですよ。そういう境地にまた自分もなるんだよね。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ね、絶対孤独になる。那么呢，这个四苦里面呢，最苦的是什么苦呢？是四苦。这个苦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了。好，那么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看过临终的人呢，啊，这个那个临终的那个苦相呢，你就会知道这个食苦有多苦的。那么这个食苦呢，无力体。この死に直面したらですね、はい、この死に直面したらこれが出てくるんですよ、はい、さあその時どうするか、就どうするもこうするもないんですよ、はい、当我们呢就是说真的就是说自己马上就要死的时候呢，这个现象会跑出来。什么样现象啊？绝对孤独，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死啊，不能代办啊，不能携家带眷，只有自己一个人死，觉得恐怖。为什么恐怖呢？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啊，绝对的不安，这个恐怖跟不安是同样的啦。然后绝对无力，因为自己没有半点，就是说呢，没有半点力量啦。然后绝对的绝望，啊，还有一个就是绝对的黑暗。こういうものが出てくる。那么呢，当我们哈。这些心境好跑出来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是怎么办不能扮演？不，哎，没有办法了，哎。今では皆さんね、はい、お友達なんかで顔を合わせてな、はい、いや、こんにちはってやってますけどね、はい、それがだんだん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たらね、本当に自分一人閉じこもってしまう。そしたら絶対孤独になる。那么老师就说呢，现在因为我们那个也还有力气走路啦，哈，还可以到这里地方来，还可以看到人，哎，你好，嘿。可是当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这里孤单，哈，我们说孤单老人啊，那种孤单的感觉很难受啊。そして不安になって怖くなる、寂しい。はい。はい。でも。絶望なんですよ、はいはい、ああそりゃ苦しいで、こんな伝統の光なんていうのものはですね、明かりというのものね、こんな光自分の心を照らしてくれないんですよ。老师说呢，这个面对死的人呢，这种恐惧、不安、孤独、寂寞那种感觉呢，就
就说呢，面对死亡的人，像这个灯光有没有？对他来讲呢，他会觉得很，就是说很痛苦啊，会觉得很暗。有那么难为难为的事。所以呢，病人呢，这个说他呢，对这个临死的人啊，这个夜晚对他来讲很长，很我们说漫长，这个什么我们说的漫长哈。電灯の光でも寂しい寂しい。電灯呢？就是这个电灯啊，那个光啊，就是感觉很凄凉啊，很孤单，哎。寂しい寂しい。这个寂しい就是很寂寞，很孤单，哎。もう寂しいって寝られないんですよ。所以呢，没有办法睡，没有办法睡。ほんと一晩中ね、もう寂しいって怖くて眠れないんです。ほんと。朝方になってくると太陽が、太陽の光がこう、押すとやれやれとなって、それからふっと寝るんですよ。所以一般呢，这个病人呢，他晚上会睡不着，因为害怕，然后呢。这个到白天，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看到太阳光的时候，他才安心了，他才能够入睡入眠了。まだ死ぬとこまで行かんのですよ。死ぬとこまで行かんけどね。私自身がね、もう夜の長いのに電灯の光が寂しいってもう寝られないんですよ。一晩中もね、寝るし、寝てるけど寝られん。朝方になったら太陽の光がすっとこう入ってきたら。お天道さんが出てくれたって思って、それでやれやれとなって、ふいばしんと那么呢，老师就说呢，他自己呢是还没有得了绝症啊，会马上会死啊。但是因为老师他生过一场大病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晚上他都睡不着，因为呢就是恐惧啊。然后一直到白天太阳光出来的时候，他才呢能够睡着。だからそれはね、この死に直面したら、それは怖いですよ。就说呢，不是得癌症呢、都有那样的恐惧了，何况是得面对死亡的人，那种心中的那种不安呢，那种孤独恐惧呢，真的更强烈。お金も財産も子供も、そんなもの何の役立ちにもならない。一个面对死亡的人呢，不管他有多少金财富呢，多少名利地位呢，都不管用了。都派不上用场了。それを教えてやるのがね。昨日長いもの持ってきてましたでしょ。幹部上授業の下品下生にはな。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好，那么请大家再回忆昨天晚上，好，这个。何居士他有给我们看，好，他请的这个观无量寿经集注的那个卷轴有没有？那个观经呢，好，他的这个下品下身，好，有这样的经文。もし念じるのことをあたわずんば、まさに無量寿仏を称すべしと、これは何万度です。那么呢，如果那个有读过那个无量寿那个观无量寿经呢，就有个概念，在那个下品下生的地方呢，哈，那个佛陀呢，他就有讲呢，他说呢，汝若不能念者，应生无量寿佛。那么这个无量寿佛，也就是呢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心。不断。六字起心，六修福之子。起心不。六修。
心，练心不断，不做その登山場でね、この苦しい登山場に置いて、はい、お寺さんが全知識が、はい、もうね、説法しても聞けないんですよ、はい、話してあげても心がもう乱れてしまってる、はい、声声ばっかりです。为什么佛陀他会在这个下品下生留下这一段话呢？汝若不能念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密生不绝，具足是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好，因为呢，这个呢，快就是快断气的人呢、啊，他呢，因为那个病苦啊，他那个呼吸都已经很困难了。那个时候你要来跟他讲法，他听不进去了。里面有这种经验的人就可以知道了，他的心呢、啊、很散乱，你跟他讲话他一定听不进去了。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办？要怎么样得救呢？出声音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哈，句哈，所以叫他称南无阿弥陀佛啊。だから心が乱れてしまってね、絶望的に心情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耳から入らないんですよ。なんぼ説法してあげても入ら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現実的な大塩無料事物、まさに無料事物のは南無阿弥陀仏の教えなさる、はい、その教えの通りにもう小南無阿弥陀仏となっている。要するに指針に、はい、指針に悪の如く指針にでしょ、はい、これは私らしいですよ、はい、もしですよ、はい、無我の心です、はい、これで何も立つ、それで吸い込まれてる、はい、那么呢因为这个病苦的人呢，他那个时候因为是病苦的关系，所以他是心散乱放逸呢，所以他那时候的心情呢很散乱了，很绝望的心呢，所以他那时候你跟他讲他已经听不进去了。所以呢，那时候善知识呢，就那对这样的有缘的众生，就跟他讲，将他出声音，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呢，这里的如是自心，这个自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呢，忘我的，哎，就是无我的呢。就是说，他一天善知识，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没有多想啊，他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だから次。この人生苦の最大の苦しみはこれ、はい、しかもそれが輪明成就のこの時が一番好き。この時は凡夫の本物の凡夫の姿が出るんです、はい、那么老师说呢，这个人生苦是有很多，但是人生苦呢，他的代表就是说呢，他最苦的是什么呢？最苦就是死。好，那么呢，当我们这个临命终时呢，那个人呢，他就是说呢，一生的那个是他一生的这个所有的我们说的业障，那个业力啊，显现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候这个人呢，他的修行呢，还有比如说他一生呢，整个他这个人，他这个一生所作所为呢，都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哎。ですから、もうこの時がね、臨命終時でも、この時が真剣勝負です。所以老师说呢，这个当人临命终时众生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呢。就是我们说的，哎，
新根秀骨。这个新根秀骨就是日文啊，就是说呢，比如说当两个人在这个什么见的时候了，就是要很认真的啦，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就被对方就被对方杀掉了啦。这个日文是讲真见胜负，我们中文我不晓得怎么样表达比较贴切。必ず一度は来るんですから、皆さん必ず一度。就是说人命在这个临命中时候，他是很认真的，他没有，他很自然而然就是很认真，嗨，没有嗨。那么老师又说，请大家放心，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这个，嗨。だからそこまで、そこまでですね、この苦しみというものがそこまでずっとそこがそのところまで来た時に初めて。南無阿弥陀仏のあるいは無量寿仏の、はい、この、ね、この力がぐわーっと心を、はい、そしたら心がシャーッとこれ全部壊れてしまう。はい。那么呢，当我们人呢，好，我们的心呢，好，就是说察觉呢，就是体会到说，原来自己的这个苦啊，自己的人生的苦恼呢，是生。往无来底的时候，当自己跌落到这个谷底，自己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好，对这样的众生呢，当他听到阿弥陀佛的教法的时候，听到这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时候呢，他这个呢很不可思议的是呢，这个名号呢会，就说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直接切入到这个人的心中。所以当这样的众生他当他直接领受到弥陀的这个六字名号的时候，很不可思议的是呢，他心中所有的孤独、恐惧、不安、无力呢、绝望、黑暗呢，全部在刹那间不见了。这个是佛的力量哦。ですから日常の用心は人生としての人生最大の日常の用心は念し念仏。少年でると、はい、自己の死ですよ、はい、自己の死ですよ、はい、所以呢我们自己の死、身为一个念佛人、身为一个佛教徒、自己の死を忘れたら、はい、もう念仏もうパーに、就是说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很用心的呢念死念佛，因为念死的心不切的时候呢，你没有跌到这个谷底了，这个即使你听到名号啊，你也是这边进这边出啊。因为死是谁的死呢？是自己的死。所以老师就说，在平常呢，念佛的人呢，念死念佛，因为你有，因为真正念死的人呢、啊，那个他才会真正的念佛啊，因为他切身的感应，切身的问题了，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死问题了。所以老师说呢，这个很重要啊。そういうもんですよ。ですから、ね、人生苦と言うても、はい、浅い苦を考えておったら、はい、まだまだ弱いです、はい、所以老师说呢苦しみとは何か、はい、苦の勉強をする、はい、そして、はい、その苦しみに、はい、泣いた人、はい、苦しみを乗り越えるために非常に苦労した仏教的な尖閣者をの記録を調べるんです。はい。所以老师说，这个人生苦啊，有很多种。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呢，佛陀是他是遇到什么样的人生苦的呢？就是遇到这个，自己就是遇到这个生老病死的人生苦。所以如果说自己遇到的为这个啊没有钱了哈啊，自己好苦啊好苦啊，你是为了这样的苦，这样的人生苦在苦的话，那个苦啊都还不是真正的苦。就说，所以老师又说，一样是人生苦，苦的层次很多、啊、所以呢，这个人生苦的最苦的那个顶点，苦的顶点就是死。所以呢，也唯有呢，有碰到这样的问题的人呢，那个佛法呢，才会真正在他的生命起作用出来，有那个力量出来。干酒上哪来是这个？干酒，天师诺。哎。啊，什么的？哎。那么呢，老师又说呢，要我呢，跟大家讲呢，这个以前老师在这里讲过的哈，有听过的人就可以复习一下圆照律师。
这是我们中国的高僧大德圆照律师呢，他呢一生呢持戒严谨哦，用功办道，可是呢，因为老师刚才讲过了，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都是迷，所以不管你多么用功修行，你如果没有走对路的话呢，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圆照律师他是持戒非常严谨、很用功办道的一个祖师大德，可是当他大病一场的时候呢，他碰到这个人生苦了，死的问题了，他就发现到说，他一生呢的办道都救不了他，因为当他梦对死的时候，这些都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他就，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才呢，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个时候的存在啊，身广无碍彼的存在，看到原来凡夫的力量是那么无力的存在。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发自内心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当他病好转的时候呢，他留下一首诗的，那首诗是什么呢？眼睛降落，眼睛降落，眼光降落，前程分，这个呢，眼光将落前程昏，就是说呢，这个眼光将落就是他闭眼啊，就是他们面对死的时候呢，前程昏就是呢，绝对的恐惧，绝对的黑暗，绝对的无力，绝对的黑暗，这个出来了，他就跑出来了。可是这个在他平常健康的时候呢，他没有这种感觉，他看不到，那么呢，当他呢这个面对这个屎的时候，这些都跑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屎之生平，这个生平平生平生屎之呢平生错用心，生平也是啦，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屎之自己原来自己平常呢自己用功办道都走错路了，错用心了，自己的见闻觉知都救不了自己。所以他，所以老师就说，学佛的人啊，如果没有掉到这个谷底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的话呢，阿弥陀佛六字名号他不觉得有什么。嗨，先生。まあそう、それは難しいですけどね。はい。これは仏だという仏様という方を。一番偉い人は宇宙で一番偉い人は誰かちょっと出てますけどね、彼に昨日も言うたんで、一番偉い人は誰かしたら阿弥陀仏って。所以老师就说呢，现在我们那有个八岁的小朋友，他现在睡着了啦，老师来第一天就问他啊，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的问题哦，就是说我们问自己呢，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人是谁？就是佛了。那个小朋友回答是，老师问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谁呀？”他回答：“阿弥陀佛。”だから阿弥陀仏の教えがね。それに集中していく。向こうの力が強いから引っ張られるんです。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呢，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呢，认定谁是最伟大的人，然后跟着他所讲的话走，这个就是没有错的。那对于咱国人来说，这是。那么，南无修师父啊，徳を称する。この称は、称三。阿弥陀仏は尊いなと、南無阿弥陀仏はありがたいなと、こういうねと、だからその徳が我々の罪、勝利、
大丈夫を見せてください。那么老师写在这里呢，这个是那个教行信证里面的法语了啊。诸佛呢，皆得斯米呢，这个诸佛呢，就是阿弥陀啊，全得斯米。这个德呢，就是我们呢啊，所一般所讲的呢功德啊，佛力，阿弥陀佛的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力量，佛力呢啊，就是用这个德字来代表了。全得斯米，这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呢。所以为什么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呢让佛带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就是因为名号它具足了佛的功德力量光明啊，称名以及称德。因此当我们这个称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也就是称德啊。那么呢这里所讲的这个称呢啊，我们修这个本愿法门，这个他力的念佛法门，我们所讲的称呢，不是用嘴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这个称。这个称什么意思呢？是称赞，是赞叹。就是当我们哈、听完了老师所讲的法以后呢，原来阿弥陀佛是为了我而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原来南无阿弥陀佛是这个佛为了度化我所化为的这个声音呢。所以当我们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智慧之后，发自内心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啊，这个是称的意思啊，德能灭罪。那么呢，这个阿弥陀佛的为什么阿弥陀佛功德佛力光明呢？啊，我们要去依止阿弥陀佛的光佛德佛力光明呢，是因为呢，阿弥这个呢佛的德呢功德呢，它能够灭掉我们的罪。什么样的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呢生死罪浊的存在。嗨，先生。那个。南无阿弥陀佛というのは、無辺、这个是刚才那个圆照律师呢，他呢领受佛心，那个走入这个净土法门之后呢，他所留下的法语的。こういうことね、これ先ほどのこの願状。はい、圆照律师吗？说明他讲了什么样的法语呢？耳闻口诵，好，无边圣德，染入世心，永成佛种。这是他个人的体会啊，体证和修证啊。だから耳で聞いとってもね。はい。一回口で唱えても。はい。それが色心中で。はい。我らのこの。はい。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呢，这个佛德呢，有多么不可思议呢？哪怕只是听，好，你没有念，就是光听而已哦。好，还是你这样子诵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无边的圣德呢，他就。进到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来了。私たちのこの心のですね。はい。どこの心。はい。那么我们心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构造呢？啊。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啦，眼、耳、鼻、舌、身，有没有？啊。然后这个意，啊，第六识是意识啊，第七识什么是莫那识，第八呢是阿赖耶识。これはこちらの本題はこれ我々の超意識ですね。那我们凡夫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看眼耳鼻舌身意啊，这我们是可以感受的。私たちが日常生活してるのは本題じゃないですよ。这个莫那是我们平常感受不到，所以它是超意识的。本題の生活しているけども、ここみんな入っとるんですよ。ここも入って、富士山がここ入って。那我们一般的生活呢，就是到意识而已，在这里。但是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它都跑到这里，总之会存在这里的。で悪いやつは、ちょっと。
悪心を起こしても、はい、ぐるぐるぐるとこう結構ちゃんと、はい、所以呢，如果自己起这个歹念、不好的念头呢，即使别人不晓得，因为是念头念在心嘛，别人不知道，但是那念头一起，那个心念一起，他就种子就种在这里了，はい。で死んでもここから上は死んでしまうけど、これは死によら。はい。那么我们说的刚才讲的那个生死分段生死有没有？那个死只是这里的死而已啊。他这个呢？他这个不会死。これは死なずして、次の世界へひょっと引っ越しよう。はい。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肉体它是会改变，会就是有生死的。但是这里下面七十八世呢，它会。就是我们这个一口气过来之后呢，会跟着我们又到下一个世界去了。啊，不是我要走掉了，因为我们要带。哎，所以那如果是恶念很重、很多、那个种子很多呢，那个呢就会牵引这个人呢去投胎这个三恶道，就是说去当狗啦，啊，当猫啦，还是呢去那什么去堕那个恶鬼道。啊，赶紧要引过去干嘛？しかしその中へな、はい、そういう心の中にはな、耳に聞いても、はい、口で生歌を歌っても、はい、無縁の聖徳、はい、このトップはね、はい、これもう死なない、はい、だからここからビューッとこう入ってくるビューッとこう入ってくる、はい、これが突き抜けてしまう、はい、でもね、これが、はい、这个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啦。那么呢，这个坏的种子众多，就是会到这样的结果出来呢。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名号呢，耳闻口诵呢，好，因为名号它具足了这个圣德，无边的圣德呢，染入世心，就听一遍，还是念一句，它就到这里来，好，到我们这个贯穿我们这个心思。那么呢，这个呢被。这个不会消失呢，它会引导我们呢，嗨，跟着我们呢到下一个世界去。所以呢，这个呢是名号不思议，不思议的力量。嗨，你过来看，啊，到，这，嗨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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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てこう，こう，これが大きく大きくなってきたら，もう，向上に。那么我们那个往生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就是呢，他在平时的时候哈、啊，有闻佛法，然后呢，感受到佛的功德呢，所以他呢，不断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佛越念越多啊，意念啊，念佛越念越多呢，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名号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而这自然而然就是呢，会带引他去往生，这就是往生人。哎。だから南無阿弥陀佛は尊い尊い。所以此呢，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最尊贵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だからちょっと見てもあそこのあれこう見てもね。はい。こうやったら南無阿弥陀佛。はい。なるんですよ。はい。也就是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很尊贵呢，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会来低头跟他合掌。単なる絵と違うんですよ。絵と違う、単なる文字と違うんです。因为当我们有感受到阿弥陀佛呢，他的伟大的尊贵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张图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看成一幅画，我们看到他就会跟他低头跟他合掌，这个就是呢，名号不思议力啊。トップのすべてです。而这个也就是佛的功德呢，功德力呀、啊，让我们哈这样子自然而然的低头，跟他低头。それがこのトップのすべての名が我々のこの目から拝む、ね、南無阿弥陀佛があれば。而这个佛的功德，阿弥陀的功德，他的所有的功德呢，哈，他。从我们这个五世，
好，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好，这个形象，声音，好，南无阿弥陀的声音，从我们的五官这样子进到我们的视线。印宝印，印でやってくる。だから、あんがあれも南無阿弥陀仏の声が出とるんだけど、我々の耳に聞こえないだから。所以呢，对，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佛呢？它是人法不二的佛啊。其实呢，这个我们眼前这尊阿弥陀佛啊，这尊佛像啊，其实它有出声音呢，只是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所出的声音，我们的肉听不到。但是阿弥陀佛有在出声音啊，哎，有在跟我们说法。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在一起，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呢就说要，就是对佛要，就是要对佛像要尊啊恭敬啊，要意义在这里。那个念头对我还没有。老师说呢，这个小朋友他虽然从刚才睡到现在啊，但是那个阿弥陀佛从那个法呢，从他的毛细孔进去，太阳就贴他。私ら子供の時によく寝とったおばあちゃんの膝の上に寝とった。老师说他就是小时候呢，他的祖母呢，就是把他带到寺院去。老师他印象就说他常常去，然后因为听不懂在讲什么嘛，或者他趴在祖母的那个膝盖上面睡着。那个それが徳っていうの。那是什么力量呢？就是德的力量。徳っていう、徳は邪魔ができないの、邪魔できないの。この徳っていうものがね、この徳っていうものがね、无所障碍，无所障碍，无所障碍。だから阿弥陀仏のことを無碍光。因此呢，这个阿弥那个天心菩萨站在阿弥陀佛站在那个什么呢？无碍光佛。无碍光佛，阿弥陀佛的佛，无碍光佛。安在就是嘛，就是无所障碍。所以那个阿弥陀经不是有吗？无所障碍呀。赞叹阿弥陀佛是无所障碍。是光妙。安在那对话上的不能经常说话。就说这样子回答你满意吗？可以吗？有清楚吗？都关键嘛，带来一点。请再发言，其他的人，还是你有，この、こんな素晴らしい教えを聞いてもね、例えば自分が禅宗の教えに興味持てるんだ。だから自分残念してもよろしいかと。先生は賛成するんですか？これより他に仏教の最大の課題はないんです。そしたら何が課題かといったらこれが中心。自己はできる、座禅なら座禅でね、座禅で自分はお釈迦さんのとこまでガーッと仏陀まで
ここまで誰で本当にできるのなら、うん、見事やったらよろしいよ、うん、しかしそれ本当にでき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い、そこを極めないかな、はい、那么老师又说呢，好，您这个问题呢，好，这个他的答案在这里哈，是什么样的答案呢？就说呢，我们就是说学佛人的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呢？是自己的那个的话，老师可以去做，好，你就因为这个呢，成佛可以。老师说这个，所以老师又说要问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哎，对。座禅が悪い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座禅は立派なものですよ。所以这也要听得好哦。这个禅呢，如果这个禅定呢，哈，修禅呢，这个禅的法门是很殊胜的法门，然后大家听好哦。ただし素晴らしい。ただしこの事故は、それを修禅できるかと。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自己。好，这个根，这个根基呢，自己这个基呢，能力不力啊？有没有修禅的能力呢？问题在这里。修禅能力，してこれを完成できるかと。这个修呢，每个人都可以修，问题是你能不能得到成就，能不能完成这个法门呢？问题在这里。所以要很清楚，学佛的人要很清楚这个。それで、まあ一つ例を挙げますとね。はい。あそこにおられる日本の、はい、日本のその親鸞聖人が、はい、親鸞聖人はこれを20年やられたんですよ。20年やられて、20年やって、はい、落第されて、はい、やってみたら分かんない、はい、老师说呢，这个有真正去做人呢、啊，他才知道呢自己能不能做得到。那么呢，啊，就说在我们前面右边这位祖师呢，哈，他是日本的祖师净土宗的这个开山祖师呢，他的法名叫青鸾啊，我们称尊称他为青鸾圣人呢。他在这个比瑞山呢，他九岁出家，啊，在比瑞山修这个。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止观那个我们说的什么长行三昧啊，修了20年，在比瑞山修行了20年呢，修这个禅。但是呢，修了20年呢，他发现自己越修呢烦恼越多，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没有办法入这个禅定三昧啊。所以呢，他20年所修的结果，他是发现自己什么落地、啊，我们。落地有这句话失败，哎，失败，做不到，没有办法完成。嗯。お師匠さんの法然上人は13で出家して、43までこれやんなはってけども、子供ごとく落第して、そして。那么我们左边这边有七刀组，那里面有一位法然上人，这个法然上人就是青鸾圣人 的老师师父啦，哈。那么呢，法然上人呢，他是13岁出家，啊，13岁登比瑞山，在上面修行，一直到43岁呢，他来放弃这个修这个禅定的修行，因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他呢，43岁呢，入这个净土法门，在哪里？反正都在那个方向。嗨。一心三念，一心三念。新处
顺彼，任彼佛愿。30年だでもやられて、獣も天台も真言も禅師も、はい、あらゆる学者のとこ行っても誰一人負け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よ、はい、向こうの人が皆負けたんです、はい、そのくらいやっても査定十分のこの得た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んと、那么这个法轮上人呢，十三岁出家，四十三岁转入这个净土法门，这其中三十年呢，那么这个三十年自己除了认真修道之外呢，他呢就是呢，就说禅宗，他就到禅宗的当时最有名的禅师的地方去跟他请法，结果呢，就说他到华像华严宗的话呢，他也到华严宗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师父的地方呢去请法，可是他不论他到这个，比如说我们住的大乘的那个八宗呢，他不论他到哪个宗派呢，他去都变成本来他是去请法的，都到最后都变成那些老师都变成他的学生了，因为这个法轮上人他是智慧第一啊，好，所以他本来是去请法的，最后那些人反而来跟法轮上人请法，好，就是说在法门这个智慧第一，所以他。就说呢，他的法理很通彻，但是呢，面对自己的生死的解决的时候，他发现办不到，他发现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那时候很苦恼。那么在他最苦恼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拜见到那个善导大师的《观经书》这段话哈。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为什么我们专念这句名号呢？我们能够呢，就是说往生净土呢，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呢，因为顺彼佛愿故，是佛的愿，阿弥陀佛的本愿呢，顺着彼佛的愿故，所以我们凡夫才能够靠这个名号呢，往生解脱自己的生死问题。因为呢，就是说以为呢，自己如果有念佛，除了念佛之外，如果加上修禅的话呢，这不是更有力量了呢？那样的心是他有怀疑佛的心，那样的话不是纯他力的念佛了，他呢，因为。你在念佛之外，你还就是还加上这个禅的这个力量的话呢，那你表示你对这个名号呢信心还不够，还有所不足，所以你还要加上自己多做这个动作出来，你才能够安心。那样的想法是表示呢对阿弥陀佛的力量呢还没有足够的信心。その座禅に集中する力を、はい、念仏の億年の世界、ね、はい、にそれを勧められたのが、就说要弄清楚的地方。座禅をせなと言うんで、全然座禅し、行きませんと言わ私は言わないね。座禅も稽古やけども、座禅しながらあなたが本当に行けるか。所以老师说，你要听好哦，老师不是反对你修禅哦，老师不是说修禅不好哦，这个听清楚。老师又说呢，你是依什么力量去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是依什么法？二つの道を行ったらどちらも行けなくなる。老师说，如果脚踏两条船的话，最后就どちらも行けなくなる。两边都不能去。そうできなさいと。所以老师说要选一条。だから仏は、はい、阿弥陀仏。
諸阿弥陀仏だけ。浄土は阿弥陀の浄土と。念仏は阿弥陀の名前と。だから南無阿弥陀仏。南無完全王菩薩と言わない。因为我们凡夫呢是心很散乱的存在呢，所以我们的祖师大德哈，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叫我们要一心一向，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这条路走完。啊，什么样的一心一什么样的一心一向呢？就是呢，我们所礼拜的佛就是阿弥陀佛。好，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呢？要去的净土是谁的净土呢？阿弥陀佛的净土。那我们念的佛是什么样的佛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南无阿弥陀就够了，你不用再多念一个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南无药师如来，你不用再补念那么多了，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那么经典你要修持什么样的经典呢？净土的经典，这个就一心一向，这个是善导大师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忠告。看起来不怎样呢。这个那不能那个太。老师说呢，我们人的心呢、啊，不是念佛的心。对啊。不过呢，准备不出干果子。不然呢？念佛。させて阿弥陀を お船させて救うと、阿弥陀をお母ちゃんと思わせてとこれみんな仏願なんですよ、はい、こちらの力は、はい、こちらは逃げてばっかおるんですよ、はい、老师说呢我们念佛的人呢，如果是以为自己的心在念佛，那是大大的错误，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我们都在念什么？我们都在念贪嗔痴。那我们这个充满贪嗔痴的心能够念这个阿弥陀佛出来，那是谁的力量？是佛愿的力量，是阿弥陀佛的力量。是佛愿是什么愿呢？它是呢阿弥陀佛发愿令众生念佛，让众生念佛然后救助众生，所以呢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让众生意念阿弥陀佛的，是佛的力量呢。それが分かるまで、本当苦労します。老师说要真正明白这个，真正发自内心能够接受这个法的呢，老师说这个要辛苦一段时间，就是要不断的闻法。もうちょっと言うたらね、今晩ここへ来なさった、阿弥陀佛の前へ来なさったのは誰の力か。那么老师又说用画别的角度来讲的，老师又问啊，今天晚上你到这里来坐在阿弥陀佛前面听老师讲法，这是谁的力量？是你自己来的吗？あなたの心とあなたの足で来たと思われる。是你自己的心跟你自己的脚把你带来的，你是不是这样子想啊？そうじゃないです。阿弥陀佛が引っ張ってくる。他说不是，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呢，把你拉来的。それがやがて分かるんです。老师说呢，当你不断闻法的时候，你就明白。老师，你刚才说讲的这个话了。このくらいのとこまで行くとね、このくらいの落としまで行くとね、私の足とは違ったと。私の心じゃなかったと。それをここまで引っ張っておくれたと。
所以呢，到这个隔壁的这位老菩萨呢，到了这个年龄呢，你就会知道呢，原来不是我的脚自己走路来的，原来不是我的心把我拉来的，原来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把我，就是吸引到这个地方来的。すべては本願力のエコーによる。エコー中で向こうから出てる。所以呢，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闻这个佛法，听闻这个本愿的法门呢，这个完全是本愿力回向的法，是本愿力，是佛呢回向的力量呢，把这个佛的功德，把阿弥陀的功德呢，好回向给我，我才有办法呢，乖乖的坐在这里听阿弥陀的法。はじめはね、はじめはなかなかそういうもののこれが受け付けないけどもね、何回も何回も聞いておられると、やがて、ああそうか、僕の心が、こっち向いとったな、常務の心がそっち向いたんじゃないわ。